前几天参加了西瓜杯复活赛，发布了一条参赛视频，目前播放量弹幕评论都比较高，接下来我的评论区里看得让人心好暖，真的把我吓到了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看完了心里才舒服。这个猩红吓我一跳，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，生活不易，大家都要且行且珍惜。哎呀妈呀，可吓死我了，猩红你俩吓死我了，吓到我了，挺好的一家怎么又分开了啊。猩红祝你们一家三口快乐幸福。艾玛吓我一跳，给我点精神损失费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准备离了，是有点儿吓到你们，都是非常好的伴侣，相互扶持走下去。呀呀妈呀，丫头啊，你要吓死宝宝，看标题都猛了，都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不带这样吓人的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是真的，不带这么开玩笑的，这俩熊孩子一开始弄得像真实似的，天哪，你们吓我了，不行，求安慰，赶紧的，开始给我都吓到了，关注你们都三年了，加油，吓我一跳，还好还好，虚惊一场。猩红啊，不带这样的心，真的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心疼大橙子多好的男人，更心疼猩红善良可爱的女人，愿你俩快乐幸福的永远走下去，把我都吓得腿软了，我想知道你们笑场几次。好的，满足你的要求。今天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你干嘛呢？想笑吗？别说那个话。拜拜。打我呢，臭男的！你扒拉我干嘛呀？你能不能跟上？我想，都来啊。主要是，为什么要说啥了？下下个15遍。啊？陪我走过更这条是怎么的？哎，不能这重来啊！最后附上几张图片压压惊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爱你们也有比心比心。